这位公子4500朵金花啊，也恭喜我们的新花魁云想月。这什么冤大头啊，出这么多钱啊。双双应该是花魁吧，云想月还没上台呢，他是今年新晋的头牌。是吧？云想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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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了来了来了，云想月出来了，你看。小七啊，先别跳了，该读书了。阿娘，跳舞有什么不好的？我看阿娘也跳，为什么非要读书？跳舞没有什么不好的，不过读书呢，能让你明事理，辨是非，这样呢，你就知道跳舞好不好了。不光是听阿娘说，明白了吗？哼。宋姐姐，你说云姑娘她是真的喜欢跳舞？其实进入到这种红尘风月之地之后，就算是喜欢也会变得不喜欢。只有云妹妹她不一样，她进来之后不哭也不闹，不到3个月时间就学会了所有的曲目和舞蹈，然后很快就变成了头牌。他为什么这么拼命呢？那就不清楚了。3000朵，哇，3000，3500，哇，这些人一掷千金，都是为了云想月。男人嘛。4000朵，我志在必得。4500朵金花，恭喜这位公子4500朵金花啊，也恭喜我们的新花魁云想月。这什么冤大头啊，出这么多钱啊。